我哋虽然系经过咗好多唔同嘅波折，家庭压力，但系我都乜都唔理，我净系中意你，我爱你。我想希望我下半生嘅日子会同你一齐走落去，永远永远一齐，白头到老。所以就特版遊戲抽禮物，咁啊當係 Angela 送幾份禮物，點知其中一份禮物就係我女朋友抽到，一抽到就係戒指嚟嘅。阿嫂，你可唔可以幫我準備嗰啲獎品？我生日都要送啲獎品俾 everybody， 唔係淨 SD 嘅。想下好嘛？喂，鎮定啦，一陣間先嚇，定啲，好緊張。Hello.